首先好多謝網民關心先啦，有啲人講法咧，直情估我係咪被求婚，但係絕對咧係冇啲咁嘅事嘅，只不過純粹係可能佩戴下唔同嘅飾物，即係做下 mix and match 啫。咁呢隻戒指亦都係好耐之前我因為拍節目工作嘅關係咧，咁樣有贊助商送嘅，都係工作嘅原因先會得到嘅。咁我對於大家原來咁在意我的衣着打扮咧，令到我有灵感啊！觉得应该咧之后如果有广告商找我宣传呢方面的饰物咧，都是一个几好的一个工作机会啊！因为证明咧，我都一带啲咩饰物咧，都大家好注意，好有呢个新闻价值喎。即系都唔会避免唔 show 啲戒指出嚟俾人误会啊嘛？絕對不會啦，直情是相反，會即係之後再擺多啲心機喺呢啲飾物 mix and match， 帶多啲唔同出嚟，有多啲唔同嘅宣傳機會，都係件對我嘅係件好事嚟嘅。